据日本媒体的报道，由于近期在多个自来水厂以及河流当中检测出了有机氟化物，日本政府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自来水中有机氟化物含量的调查。日本政府要求各地方政府以及自来水供应机构在今年九月底前提交自2020财年以来的相关检测报告。没有进行过相关检测的地方以及自来水供应机构，需要在今年9月30号前至少进行一次检测并上报结果。由于有机氟化物含量检测此前由日本各地方自愿执行，日本缺乏全国性相关数据。去年10月，冈山县吉备中央町自来水厂中检测出了高浓度的有机氟化物，其含量超过了日本国家暂定安全标准28倍。